生干大事呀，这么大的熊竟然追着奶妈求抱抱。重庆站立女王丁丁今天也是一战成名了。丁丁女王今天心情好，想走员工通道，奶妈不愿意，就把门给关上了。这一关不小心把我们丁丁的手给夹疼了，丁丁的暴脾气就上来了。转头看到奶妈追着奶妈跑，求安慰求抱抱，可把奶妈给吓坏了。奶妈表示你不要过来，快走开。随后奶妈就摔了大跟头，丁丁一直在扑奶妈，奶妈这回真的是吓坏了吧，求生欲望强烈，给了丁丁几脚，丁丁生气不理奶妈了。随后奶妈赶紧跑了，还好奶妈没有受伤，奶妈下次可别再冒险了。熊猫是熊不是猫，是猛兽，还好我们丁丁认识奶妈，没有对奶妈下重手。丁丁呀，以后可别再调皮了，希望虫洞谨记教训，不要再犯同样错误了。这样的事情已经好几次了。